崔永元被压下去了。张国立、冯小刚等人深夜密会崔永元。小崔经历了什么？崔永元可能已经被压下去了，因为背后牵扯的利益集团太过庞大，崔永元一人之力在庞大的资本面前还是不能力挽狂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崔永元这次并不是孤军奋斗，虽然影响有限，但袁立仍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崔永元的女演员。袁立在今年已经以一敌百过一次，可能他此时很明白崔永元内心的感受，对崔永元的支持，对背后抹黑崔永元集团的抨击十足有力。但双拳难敌四手，何况不只是四手呢？现在已经有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的趋势了。近日又有媒体曝光冯小刚、刘震云等人夜会张国立的照片。几人夜黑风高，行色匆忙，这样的会面显得很不正式也不正常。一般明星们哪个见面不得风风光光，发个微博吸引一波粉丝们的眼球呢？除非是男女私会，做见不得人的事。张国立的这身行头，像极了民国时期的江湖大佬，又像解放初期的国民特务。这几人在黑暗中的碰面，不由得引发网友们的猜测与争议，让人看了感觉背后发凉。在综艺里暖心幽默的国立大叔，竟会有这样的黑暗面。而之后崔永元最新的微博也不再继续炮轰娱乐圈不公黑幕，只是发了个青岛峰会的政治性的微博。不得不感慨，曾经在铁齿铜牙纪晓岚里演对手戏，配合那么默契的纪先生和杜小月，如今成了两个完全敌对阵营的一员。可能演员的诞生那时候，袁立还能跟张国立是故交朋友，以后两人的关系真的难说了。